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低価格。啊，开始。要多久？天气这么冷，我昨天只有睡三个小时。你一定要到这么晚还要找我拍片吗？没办法，没有片。哎，很久没有估车了，是不是？对啊。这个今天带大家估这一台好了啦。我看一下是什么车，2008年的哦，马自达。你看这车头，马自达几？六。妈的，你看个谁给我干？马六王。王哦，虽然是顶级的。2500cc 啊，没有，那时候也只有这个2500cc 啊。那这就跟那个上次阿呆中枪那一台是差不多的嘛，差不多年代。这个车头就是那一型的啊，马三二代那一型的啊。嗯。怎样？我跟你讲，我今天很累，嗨不起来。昨天睡太少，嗨不太起来哦。我再酝酿一下好不好？哎，对，干，哎，有没有？新发型有没有？要看影片看连结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如何去这个剪头发半套变成全套的。对啊，我们他妈在中山区林森北那边剪的啊，哦，那喝点小酒啊，做做 SPA 啊，对，好，哦，大头洗一洗啊，哦，然后鼻头也洗一洗，哎，哦，对对对，粉刺嘛，对，怎样？小头，你马上就把忍不住就说出来。这个2008年的马六2.5哈，那这一台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在网络上已经有传讯息给我。那当初我跟他报价是这个120,000，那所以他就把车开来了。好，这是我们一个粉丝朋友，那这个他在里面稍坐一下，我们先帮他看一下他的车。那首先他开进来，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有点担心。你看这引擎盖，来来来，你拍引擎盖，你拍他大灯，你担不担心？你这边你担不担心？你看这加哎加哇加啊，我六皮，它泰山的脚皮一样，好，个六皮，好不好？你担不担心？那你看这个都，这台车我跟你讲哦，看起来就是这个都丢在外面丢很久，外观很差。哎，可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看它这个为什么会先掉，你知道吗？这块一定考过啊，要不然为什么这边不掉，这边掉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看这边就当初做便宜的烤漆，这都补土一点一点，这都当时的补土，碰趴你知道吗？嗯，哦，从这边开始掉。对啊，它车顶没掉，就这里掉。对啊，为什么车顶不掉？一样晒太阳，为什么车顶不掉？好，所以这一片一定是烤过，还有这一片也是啊，这一片有可能是那个啊，当初的精油，哎，你看有没有？这烤便宜的精油啊。好了，先看里程数好不好？这不行就。哎，这120,000，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当你报价120,000的时候，你可以买到多便宜？我觉得这台车应该很多地方可以扣。好，首先我们外观，对不对？就开始了，有没有？扣了。对啊，就哇，他就很不好意思。好，我打开先看公里数。我记得，坦白说啦，我在网路上会跟他报价的话，公里数应该是不高了。他太多，我就说没收了。对啊。有没有？这不是谁的，你自己闻里面。你口罩拿下，你闻，你先闻，你闻。哦，什么味道？臭普味。臭普味嘛，臭扑鼻嘛。哦，鼻子整个都不舒服起来了。我里面都是那个很重的霉味哈。你要戴口罩。对，我要戴口罩。你看。哦，干这没办法久坐啦。哦，好一点。哎，这真的没办法在里面坐太久，它还能够开来，我觉得它也是蛮强。哎，我们打过疫苗，快筛过，对不对？可以不用戴口罩。唯一我们受不了把口罩戴起来，因为里面的臭扑鼻真的很重。嗯，重到我他妈过敏。哦，跑14万，2008年，现在13年，跑14万合理。我跟你讲，我学聪明，先查。哎，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好不好？妈的，泰山，你不要他妈没骗，随便妈的估失败不准，我就收工了哈，没骗，今天就是没骗哦，我先讲哦，好不好？哎，我认真哦，等我一下，我真的查，我没有开玩笑的。有没有红字？哦，14万 OK 的。哎，他刚验过车啦，他今天是十一月一号嘛。对，那他10月18才验过车，看小师长知识。他10月18这个是定检，定期检验嘛。嗯，那他定期检验10月18才验过以后，正常来讲哈，我们如果超过10年的车要过户要去检验站验车，但是他如果定检刚检过的一个月内，我去过户是不用验车，有没有？只卖验车期。我之前教过很多，为什么叫只卖验车期？因为他在外面验过了，他在外面验完车之后，你在一个月内你要去检验站过户都不用再去验车，懂？懂。真的懂，真的好，哎，不过怠速发起来是还蛮稳的啦啊，这发动机坏掉了，你看，我不会形容，来，你来转一下形容给网友听，上张嘛，对啊，就是已经
已经那个，哎，那怎么形容 ？QQ 的那种感觉，本来应该是要有一个阻力，有一个阻力，可是它是 QQ 感，软 Q， 对对对，就跟你妈要充血不充血，软 Q 的感觉有没有？对，内装啊，所以既然顺便看内装啊，这个都褪色了，看为什么要遮这个？啊，你看有没有？还有，哎，你摸看，给镜头拍，有没有？有。啊！你的手机刚换，有没有？哦，刚打完高端，有没有？哈哈 ，AZ 还是什么？我看超黏的啦！啊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好恶心哦！这什么东西啦？环保更好。哦，机子还有花钱换过的，我还讲啊，这个要修就20000了。变速箱油，加线哎，还自备变速箱油。我就吵了。哦。妈，刚把头拉下来。我最近刚好在过敏，鼻子不好，季节多变化的时候正在过敏，吃了粥就会过敏，就会敏。看的老梗，好老的。好，我跟你讲，哎，马三这个超容易飞掉的，马三、马六都超容易飞掉，不是这个盖子，这里的还没飞，这里。对，这个。对，好，然后你的飞掉，你就去干别人的，那别人在干你的，无限循环。你是不是要停在路边的，没有锁在车厢里的机车安全帽是公用的吗？视同公用的，你不知道吗？这不是不成文规定吗？那就是像代用餐的概念，爱心伞、爱心安全帽，你只要摩托车停在路边，哈，这个发挥你的爱心，安全帽不要上锁放好，那这个哎，有人紧急需要安全帽没有，他就会拿走，对不对？那当你发现哎，我要牵车了。哎，我的安全帽呢？在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爱心的人也没有锁，那你再拿别人的。你不知道，哎，台湾处处有温情，这个是现在我个人是不敢拿别人带过的。你以为人家就想带你的哦？这个救急不救穷，大家都在救急，江湖救急，你没听过吗？这个我就听过。啊，救急魅力，江湖救急，你没有听过吗？救急魅力我听过。哎呀，以后这个我们就这个夜不闭户，哈，实现孔子的这个大同世界的这个宗旨理想。你知道孔子是春秋时代，你知道吗？夜不闭户，你有没有听过？有啊。晚上睡觉不用关门，穷到人家进去也不知道干什么。干什么？那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哦，干这个啦，这个都会飞走啦，每一个都会不见啦。有马三的车主一定有深刻的体认。好，外观车头比较丑啦，先看引擎室有没有撞过好了。我先看一下结构，好，先看一下结构。OK， 不是效果。如果觉得是效果的，开放报名来闻。好，你先站在外面，我跟你讲，到时候来参加的人，大家都先憋气一分钟，有没有？看你那来哈子，一直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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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听过这首歌？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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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但我说我听过，你也不信啊？我不信啊。对，没有，你说你听过，我就问你。说我不信啊。好，所以我没。谁唱的？我没听过啊。哦，对嘛，我不会不信，我会问你谁唱的，你回答不出来你就是胡乱。观众底下留言，一定有人知道我在唱什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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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站在门口憋气一分钟，打开。进去，你如果没有呛到，我再输你。有兴趣的底下留言，开放观众来闻。我跟你讲啊，这引擎盖除了烤过，七成八成换过。哎，没有贴纸啊。哎呀，没有看到贴纸。对啊，没有贴纸啊，都换过了啦。晚上租车实在是不太好看。啊，换过。我跟你讲，我在照什么？从这边照进去，里面如果是黑色的，就是换过了。你拍不到啦，我笑你拍不到，泰山的技术一定拍不到。哦，拍到了。里面黑色的呢，只有喷漆进去的那边会有银银的，但是它的周围都是黑的，好不好？这个换过了。啊，你看这螺丝都黑色的啊，它这紫色的车应该银紫色的车应该是银紫色的螺丝，所以它这个是换过的啦。哦，这边 OK 啦。哎呦，你看这内底的灰尘，你看，它泡水车，你看，这是不是它泡水车？那、啊、你看到、哦、它这个水箱精爆过的感觉有没有？结晶的感觉。哦，哇，这种氧化白白几点点嘛，这嘛白白几点点无？哦，哎、欸，你看这一层灰尘，真恐怖呢！啊，隔壁拢讲真恐怖。真恐怖。啊，这边没事。好，看一下门哈、哦，电折后尾派，哎后尾呢？电折最好。电折后。是啊，窗户坏一边，没尬啦。哎、欸，那边的都坏呢。啊，两边。对啊，为什么只换那一边？中风，半身不错，半身麻痹，啊，中风了。哎呀，你先让我看有没有撞，好不好？好。啊，拉一下后车厢，拉一下后车厢。对，有吗？
欸、油箱盖啦，找不找得到啦？找不到，找不到。嘿嘿，我就知道你一定找不到，怎么可能找？因为他没有啊。哇，又被我弄了。这一代马六很神奇，他没有做后箱盖的开关跟拉底，所以要用遥控。他遥控死掉不就完了？乌鸦嘴。我一个头家人，为了你拍这片啊，我还都爱搁拍落来啊。我可以跟你。我们没有在跪舔的呢，只要跪不要舔。哦，哇，好臭哦！好了，没撞。哎，双出尾管，哈、哦，原厂双出尾啊，这都已经裂皮啊，好不好？这种裂皮啊，哦，这盖子打不开了，这里面没办法鉴定。可我刚从后面底盘最前端去看是没有碰撞，它这前端没碰撞，应该就没事了。啊，这边大灯进水，它这个灯看起来是换过的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灯是五门版的灯才是透明的灯壳。它四门版的灯应该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应该前车主有换过。好，没撞，条码还在。好了，看完了，没撞。哇，这碟盘好像不行。看，啊，轮胎呢？16，好，碎也不行。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按会不会开。死掉，窗户都是死的。死了。好，是的，好，总结，我们来做个技术总结，好不好？2008年的马六2.5的马六王，大灯泛黄了，就恶心呢，看起来像是泡水的引擎室，就是外观不行了嘛，对不对？然后引擎室很像泡水的嘛，对不对？这个引擎盖有换过，其他部分没有啦，只有引擎盖有换过。啊，引擎盖因为换过，所以又用做了便宜的烤漆，哦，所以引擎盖很斑驳。啊，这边也不用看，也雾化了。啊，这边嘛六倍啊，然后碟盘跟轮胎四个都不行了。椅子落差，里面很臭，很臭。方向盘像泰山的军头一样光滑，方向盘也都掉漆了。中控台好、哦、也都烂掉了，环保材质也都软掉了哈、哦。那后座的部分看起来是还好，脏而已啊。哎、欸，你看这打开这边都水汽，你看阿林花江深一沟，哟，你看这门板深一沟，哦哦。然后后车厢打不开，后尾灯进水，好、哦、后保啊，外观整台都不行了啦，不要看后保杆了，反正外观整台都不行了。好，这边整个都粘的，有没有？这些都破掉了。哎、欸，你看这个有没有？哎哎哎，啊干啊阿林，啊跑到指甲里面的啦，啊，我看，哇。你看，我要摸一下我的手，变这样，这真的有点恶心。嗯，这里味道真的不行。哎、欸，我报12万嘛，然后他来看车的嘛，就跟他买多少？啊？5万是不是？对、嗯，照泰山的，好吧，我就跟他出。等一下，妈的，不行，我算一下，烤漆大概3万嘛，大灯应该用磨的就可以了。尾灯不知道要不要换，尾灯应该不用换。中控台大概2万、5万，假设轮胎4个，大概1万，好、哦，大概6万。然后引擎耗材弄一弄，椅子8万，12减8，4万，5万好像。可是你跟他出4万，会不会被打？可能会有啊。好，我说，哎、欸，5万会不会太高啊？4万，好，5000哪来的？4万好了。4万。哎、欸，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时期哦，我们车有点小多，所以这个回来要占一个位置啊。出高花时间整理，还是要拍片哦。如果要拍片，6万 OK 哦。我不知道啦，4万啊，4万，我去出4万看看，好不好？4万不卖就不要跟他买了，因为这个回来我觉得很硬，好、哦、要整理很久啊。我先我去处理，我去处理。低价格。搞定了，最近都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你猜最后我们买多少钱？6万。我去，我说4万可不可以？好，我们不好意思，很委婉的说啊，真的这个车哈、哦，引擎盖有换过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小师这个4万是不是很紧张啊？要被打了是不是？小师哥这样，25000就好。啊？真的啊？真的、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都看你的影片这么多年了，那也。没有办法，这个回馈什么？哦，啊，这一台车，坦白说，他放2年没开的啦。他那时候买二手的啦。他说买来这引擎盖就这样了啦。他说他那时候买的时候车都没整理啦。他去某地区买的啦，我们不要讲哪里啦。问他在哪买，他说应该也倒了啦。当时他买有没有？他说他买回来差不多这个就是都这样了。哦，他说什么？卖他人说啊，这个车哈、哦、就是还没整理啦，哈、哦，这个先卖给你啦，你算是第一手抢先就对了啦，哈、哦。然后你买回去我卖你便宜，你慢慢整理。他也没有买，他说他也没有买很便宜啦。还买30几万的，
啊，反正他第一年有比较有在开，后面两年他都放着。我刚查了他里程数，一年只差了1000公里而已。他这一年只差1000公里而已，所以他两年都没在开。他说这两年用不到车，所以里面煤味才会那么重。然后后车厢盖他也知道打不开，他说这个某一天他就挂了，所以他打不开。然后小师哥这样，这台车就25000哈，那、你回去那拍个片分享整理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整理得漂漂亮亮跟大家分享。你讲得很轻松，我几开了没处理片啦。好啦，我想说我们好像也没有拍过马六整理。对啊，不然就试看2500又是马六王，对不对？啊，引擎发起来我觉得还蛮稳的，那就试试看要不要。只是酒没开嘛，我们再帮他这个伤起来，好，活络筋骨一下，打通任督二脉、打通任督二脉看看，洗干净，好，里面都洗干净，跟泰山的屁股一样，看看会不会这个顺畅一点。那最后这个我也不好意思啦，坦白说，我跟他出40000呢，他跟我说25000。对啊，我一开始说啊，买啦，卖啊，那啦，我28000啦。哎，我能做的就这样啊，这个也好听嘛。他说啊，这个他是那个什么残障车牌啊，所以要补一下牌照税。哎，算起来刚好3万，好不好？所以最后这个车我们入手就是3万块钱，托这位粉丝的福，这个观众朋友又有一集马六整新可以看。但是这个未来是悲是喜，我是不太清楚了。我现在已经不看好这个整新的影片了。你知道，观众朋友都说，哎、小师来，我的车要整理哦，我要出警，好、哦，啊、你来拍，好不好？现在做这个都吃力不讨好的，我们好好的乖乖的做生意，卖卖车赚赚钱不是很好吗？哦，那么辛苦做了，还有一些导洋哥也来，对不对？还有这个我说二，没有人敢说一哥，也来，哦，什么拢来啊，这老累累啊，我来讲好不好？哎、啊，吃力不讨好。好啦，那今天这个2008年的马自达6.5哦，天窗版的哦，最后购入的价格就是3万块钱，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整理的影片，不要说翻新的啦，这台车我应该也不会花太夸张的钱整理啦，简单翻新一下，跟大家分享，期待一下影片，放在会员频道。怎样？我就是表，拜拜。那观众说我骗他，说里面很臭。来来来，你站在这边，然后你憋气30秒，然后等一下拉下口罩，开门进去闻。为什么要30秒？太久了。憋气30秒，预备，开始。憋气30秒，好，憋不住进去，口罩拉下来，口罩拉下来，闻。你也要演一下吧，演好臭啊！看，好臭啊！怎么就臭了？哦，很臭。好，我走。没诚意的家伙，我跟你讲，不是演的好不好？虽然他演技是话剧社演技。正確。